来吧。居然用替身！哇，超强啊！这里是不是？哦，我看下面。居然只有天海的速度比那只快。哇，大家都暴击耶。跑步达人。要了，痛。暴击！
天海真的是闪躲王，五十 boss 会有多强吗？我也很好奇。暴击！天海敏捷跟幸运超高。Yes， 又一张 S 票。U 票才稀奇，可是我 S 还没有全部拿完呢、啊，还是要拿、啊。哎、欸，这是门吗？可以进去吗？不能进去。哦，这层是怎样？暴击！最下面是吧？要往上探索。暴击！暴击！又一个 S 票。
真的有全部宝箱都拿了吗？暴击！暴击！大家都好会暴击哦。痛！暴击！暴击！哦，五千。暴击！
又是暴击。电梯在上面。800G。忧郁睡不着，怎么你好像已经低潮好一阵子了。超神奇宝贝的，应该不止神奇宝贝吧，蛮多游戏都有替身的。啊，上面。怎么可以解忧？真的假的？你是认真的吗？起码比较好睡，原来我有催眠的效果。哦哦哦哦，这个，哦，对吼，25层，等一下也可以去打熊，现在应该可以打熊了。怎么不要一直看，其实还不错。
互绑，不想互相伤害。AI 蠢蠢的。这里，放在这啊，另外一边怎么还有一个？好鸡哦！啊，又一个 S 卡了，那个看起来像 S 卡。U 吗？我来小小的期待一下，结果是 S。 居然没有中，上面去25层，欺负小怪，被发现了。哦，600多，哦，500多。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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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暴击。
痛很痛。试试看技能。好痛好痛。Yes! Yes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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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。太爽啦 ！V 三角色的道具都在这啦。爽爽爽，愉悦愉悦愉悦啊愉悦啊，你的给你给你，哈哈哈哈，愉悦愉悦啊，机器人。哎啊！怎么没有那个的？没错，大月啊！哎啊！怎么没有美兔的？发明家呢？居然没有发明家！说这位大哥的问号问号之力也太厉害了吧，那个幸运程度真的超级爆表，拿钢琴家之力好了。太空人哦，就这样好了。今晚要啦，还是要睡一下？太强大了，太强大了！太强大了！暴击！太强了，太强了。打铁奈。怎么没有四张 U 不准睡？
暴击，九十二，六一，哦八五一，左右舔，不要紧的，我还有两位可以复活的队友。区区一场死亡算得了什么？哦，1002超强。哦，1045，哦 ，yes yes yes， 太爽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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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术员太赞啦 B3 角色的道具通通入手哦碎哦两万 G 哈哈完胜完胜真的完胜，太爽啦！这智力飙超高啊，超猛，超猛，超猛！怎么以为在玩奇怪的游戏？超猛啊！数学家530 560 464发明家想如果给你手脑有三二敏捷哦智力165臂力还有其他的吗三还是带这个好了。杀人魔，角色扮演，和气道，保姆，机器人，就是。球选手，给哪个好呢？体力要机器人好了，36474，你降到118474，463，
设扮演好了，扮演这么猛，攻击力超强，超强。好，就决定是角色扮演，超强。智力跟集中力、啊。还是先这样好了。敏捷先抢手，可是他敏捷太低啦、啊。他敏捷再怎么升也升不过这两位，再怎么升都升不到200。151，太难升了。觉得是他，这是算是他 S 卡的极限。50层，继续试试看，挑战极限。有，我换过装备了。啊，不对啊，对，我有拿到新装备哈，我来看看新装备。这我刚拿到新装备，好像都是武力的装备。啊，那就是不行了，不然就是要用做的。可是材料其实都不够。材料不够啊，不够材料。其实我对后面这个东西非常的感兴趣，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这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感觉很厉害。而且这些东西都是之前在前面看到的杀人道具，哎，这不是都是一代的杀人道具吗？攻下面消尾，结束了少爷，这也是二代的杀人道具，把杀人道具放在这地方，想干什么、啊？上吊绳子。很适合这样，不过材料很缺啊。一张 S 票，记忆犹新嘛。啊，路口在这。哦，怪变了，怪变了。
暴击。吸回去，吸回来，再怎么变还是挡不住釜川的攻击。翔超强啊，走回来了，应该是没有了。吸回来。吸回来，吸回来，
超高级的帽子。帽子给左右田戴好了。哦，哇，超猛！吸来吸去的，吸，暴击！那下面这个要怎么拿？下面有两个白色宝 S 卡的宝箱，哎，这为什么都被锁着啊？是不是有什么秘密通道啊？
有机关哦。研究一下，有没有什么机关啊？真的进不去哎、欸，其实也不知道入口在哪里。不然走下去好了，讨厌。左下角有密道，我已经先到下一层了、欸。能回去吗？啊，回不去啊！讨厌，伤心。好伤心哦！刚只有看到一个箱子哦。慢慢吸，哎呦，下面还有一个黑白熊哎、欸，好想打，好想打，可是又很害怕受伤害。存档点哦，哦，护身符，护身符。这个敲猛敲猛，这个也很猛啊，敲猛，左右田就给你了，就给你了。智力降很多，可是我看它整体的属性上很多哎、欸。看，哦，欸、真的耶！那给釜川好了，釜川不需要什么智力啊，他能力不需要智力。臂力有降，
这给希望厨看起来很厉害啊，这是怎样每场都要喷暴击是不是？还是要给希望厨啊，有点想给他试试看，给你试试看好了，我知。对啊，感觉超猛。他会不会每一场都暴击？看，有暴击啊！哎，绕回来了。好像这一层没有存档的，不然就要直接打。居然敢弱化我们的翔，想不开吗？来吧，决斗吧！继续热情了，我靠，刚刚看了什么？刚刚看的什么？是分2000多，是发生什么事情？太热情了，我承受不住啊！太好了 ，nice。羊粉，哦，哦，哦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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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此刻，哦，哈哈哈哈哈！上升翔的能力来了，这个臂力519，打一下，
会出人命呐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攻击力太厉害了，这攻击力超猛，超猛啊！超 U 卡级的 S 卡，U 卡臂力应该是破千的。九层就要先打，你以为五十了？
我也很惊讶。好痛！来吧，铁金刚过了过了，我现在已经打到49层了。跟你讲，我这队伍超猛。S 票又一张，哦，前面还有一只啊！黑白熊坦克，不是太弱，是我的队伍太强了，超猛。超猛！哦，哦，哦，是这样哦，你不讲我还没有注意到哎。可恶，谁不吸翔的？50层不难哦。50层不是梦。黑白熊老大，全民嘻嘻乐。飞哥飞哥，感谢你的 follow。可以撑两轮，这就是 U 卡的力量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
最后一层啦，最后一层啦。来到最后一层了，各位。强化权力，我把权力强化以后，属性变这么厉害。居然让翔失误，翔失误，这个翔，这个臂力超强的翔，感谢你的 follow。 我没有看错，那个翔居然会失误。这该死的东西，死定，真的完蛋了，真是谁不惹，真的死定了。就是要硬要打我的翔就对了。很好，想给他好看啊。昨天给他好看啊。很好，よし，よし，终于消灭了绝望，世界想必会渐渐向迈向希望，因为希望将会不断向前迈进。50层
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向希望迈进。什么？什么游戏正式开始了？是后面还有彩蛋吗？攻杀小，还有51层更深的地方，培育强大的角色，往更底层迈进。干你娘！绝望迷宫，黑白熊的考验。